怎么办啊，皮灯？这边根本打不到车，咱们得走到什么时候啊？富贵，再坚持会儿，穿过这个村子，前面就是车站了。小朋友，要不要小羊啊？便宜卖给你，只要100块。不卖不卖，我不卖。什么不卖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咱家人都快吃不上饭了，哪有钱养他？我只要小羊，不要卖我的小羊。哎，这羊不卖，你去上学，爷爷哪来钱给你生活费？爷爷，这只小羊我买了。啊，皮灯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小羊可是人家的好伙伴。富贵，我的钱不够，你能借我点吗？我们先把这只小羊买了。皮灯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这是夺人所爱。富贵，咱们不买，别人肯定也会买的。你听我的，把钱借给我吧。好吧，好吧。我不给，我不给。孩子，快拿来。爷爷，请等一下，这里打不到车，我们买了您的小羊，您能不能顺带着把我们捎去车站呢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爷爷，谢谢您，还有，我们不可能白坐您那么远的车，这只小羊羔就送给这位小妹妹当我们的车费吧。啊，这。